Hello，亲爱的观众们，大家好啊！上一期呢，我们已经做足了准备，今天我们就来解救风神兽了啊！我们现在来到了飞行训练场，哎，爬上这个梯子，特巴应该就在这里啊，他就在旁边。我们先把，哇，这还有浮力啊，先把这几个木剑捡一捡，把这个飞燕弓换上啊！啊，包裹又满了，我们就把我现在手上这个扔掉吧，攻击力比较低。誰だ？俺は忙しいんだ。邪魔しないでくれ。咱们直接来找他啊，看看他有什么话说。你有什么事吗？我可是很忙的啊，一般这种角色都有很多话啊，咱们就要不直接跳过吧啊，不管那么多了，等等，等你妹。能够进入神兽体内的只有5位100年前真实存在的英杰，那些英杰当时全部都死在了盖农手上。算了，总之不管你能不能进入梅德体内，只要你能击落那家伙就行了。只是你随便靠近他的话，只会成为那家伙身上炮台的靶子，所以我才要测试你。我们利特战士会利用这个山谷里的上升气流，并以设想好的技术来射箭啊。只要展开缠在头上的布，就能自己一人飞在空中。哎，他在介绍这个他们利特一族的设计方法啊，他就是给我们一个任务，3分钟之内击毁在这个山谷的5个靶子啊。我们现在，哎，来给他授一下我们的剑术啊，让他知道我们具备这个解救风神兽的实力啊，他才会帮我们。看到没有？这每个人啊都非常难搞，3分钟的话实在是太长了啊。这个相信也不用多说啊，非常简单。咱们先用木剑就好，15发绝对够了。好，这就2个了。哎，第三，哎呦，好，偏了偏了啊，没关系，我们调到一个合适的位置，就这3个吧。哎，咱们这个呢，其实也就注意一点，就是你找到一个东西比较多的地方啊，这样的话前面后面都可以直接射到啊，要不然你还得在天空中飘好久。哇，攻速相当了得呀，在你射箭的瞬间啊，他瞬间就感到震惊了，他瞬间就误会我了。看你这攻速，想必是从鬼门关一路摸爬滚打来的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没有我什么也没有，我只是刚睡醒。哎，他说他很看好我，好吧，咱们就听他把话说完啊。他说让我们要把梅德身上的炮台给击落啊，那边宝箱里有他调试过的弓，这看来是要给我们一个很牛逼的弓。看看啊，什么有损弓啊，20的攻击力，可以的啊，比我们现在的好多了。就普通的弓箭对炮台根本没有，只有爆炸箭还可以啊！What the fuck？他居然直接给了我们20发爆炸箭，好吧，这是一只土豪鸟啊！不过可惜他不像老爷爷那样可以无限给，他只能给我们一次。我当然是想来帮忙啊，我可不是为了救塞尔达，对吧？哼哼，我都说了这是搏命的事了，你还真是个好事之徒啊！算了，哎，他总是算了啊，看他好像对这个。我的动机并没有什么好奇心啊，我们直接就开始这个解救风神兽的第一步啊。先在这个神兽的外围，把它身上的炮台全部都拿爆炸箭射掉。哎，我的 fuck！我靠，这个鸟飞得也太高了吧？啊？这居然能飞得比神兽还高？你确定？为什么当时啊，这个族长派你去的时候，你怎么没完成啊？所以说这个都不太现实啊。其实。林克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会个林克时间，啊，估计可能他是不会林克时间啊，所以说射不中。他说他要当诱饵去吸引那些炮台的攻击，而我就趁机使用爆炸箭啊，撑开方布利用直线气流上升，啊，不要攻击他那个粉红色的护盾啊。最后一点说过好多次了，就是千万不要忘了御寒措施啊，这里御寒措施就是穿上这个羽绒服就行啊，这身套装，或者说你吃个料理。也 OK 啊，如果你追求速通什么的，好，来一发。哎，这个距离的话有点远啊，只能说有点远。我这个弓用的不是远射弓，所以我们得稍微拉近点啊。来一发，好，我的发啊，这个居然是要2箭才能把它射中啊，真的是我的发了，我居然
要两发才可以，好吧？那我们这里其实上就是非常简单，只是耗一些时间啊。他这个也不用担心这个体力槽不够，你只要射完一组，他就会给你回满啊。所以说还非常简单，所以咱们就小跳过一下啊，加速加速加速！哎，又一个，他是每个角都有一个，所以总共四个啊。其实就是要飞过去啊，花一些时间。每个要两发，其实讲到这里的话还是需要很多箭的，最少你也得要八发啊，想想就心疼。飛行訓練場へ戻らせてくれ。心配するな、かすり傷だ。お前はすぐメドウへ向かえ。リンク、頑張れよ。おや、見たことある顔だ。ま、君は必ずここに来ると思ってたけど。でも100年ってのは待たせすぎだよね。ガノンに乗っ取られたこのメドウを取り戻しに来たんだろう。それならまず内部の構造を示したマップを手に入れてごらんよ。あれがマップの情報が入った誘導席だよ。あそこまで行けるかな？哎，咱先不要先往里走啊，先不要急，先在往先回头看啊，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宝箱，哎，就在这个入口的后面啊，把这个眼球射掉。所以这个还是很奇葩的，居然在上来的背后有一个宝箱。哎，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蓝宝石啊，其实还不错啊。一般这种比较猥琐的地方啊，不太可能的地方的宝箱都不会出太差的东西。好啦，我们现在正式进入这个风神兽的大迷宫了啊！这里依然是穷人打法啊，扔一个炸弹。OK 啊，我们现在进入迷宫啊，现在直接飞一波啊，可以看到上面还有宝箱啊，先不管了，这里先到对面拿地图去。这里有一个守护者长矛的。哎，我怎么掏出了碎冰机啊？没有，咱们把静止器打开，来戳他一阵。哇，这个竹拉之枪坏了啊！不管，换一个枪继续戳。银铃之枪啊，我们现在基本上要把这个竹拉领地的武器都快用完了。不过当然，那个米法的枪我们就先不用了啊，一直留着。哎啊，这个地图近在眼前。这个风神兽的这个迷宫呢，应该是，哎，非常简单的一个迷宫啊，所有的迷面都非常的明显。好，哎，那么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作为第二个去讨伐的一个原因啊。其实还有一个呢，是因为它给的英杰技能非常的实用啊，对于探索地图和后面的主线任务啊，因为毕竟可以飞三次啊，可以节省不少时间，不用各种攀爬了。哎，这就是这个地图的全貌，一个鸟，然后上下三个档位啊，可以展伸展翅膀，
鸟向左倾斜和向右倾斜啊。よし、神獣のマップを手に入れたね。マップをよく見なよ。光ってる印が神獣バメドを制御する端末だ。メドを取り戻すためには制御端末を全部起動させなきゃいけない。おっと、できないとは言わせないよ。好了，听他哔哔完以后呢，我们继续我们的探险啊，探索。嗯，这里的话可以，要不咱们先下去吧啊，下去看一下。哎，这里有一个被包裹的。啊，这里是一个有一个宝箱的啊，我们可以扔炸弹进去。哎，哇，我居然把自己给炸死了！这个炸弹升级以后伤害还是有点高的啊。其实刚才没炸死，是最后那半滴血，那四分之一血是在地上滚了一圈，直接给滚死了。好吧，想不到我们这个第一次复活居然是这么用出来的啊，可以的，我只能说。哎，然后看一下左右还有什么东西。哎，啊，这里有一个像缆车一样的，哎，观光车一样的东西。这显然啊，就是先把这个鸟的翅膀调一下，啊，然后我们可以要么是坐车下去，或者我们直接飞下去，应该也可以啊。这里的话，我为了图省事啊，直接飞下去了。前面有一个，眼球，也不用管，咱们用零刻时间把它射掉啊。哎，就是这样，好。哎，当然不在车里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咱们因为它不会立刻消失啊，所以咱们会被这个污染物碰一下啊。不过也无所谓，一滴血、半滴血之类的。然后这就是我们的好，哎，这就是第一个终端。咱们这个是先到外面，然后再到里面啊。这样的话可能比较符合这个逻辑的顺序，哎。哎呦，后面有一个。后面依然是这个眼球啊，这个东西突然偷袭一下还是挺瘆人的。哎，掉下来一个箱子啊，这个箱子看来是直接被缠在上面了。哎，这个东西也挺奇怪的，你说你怎么那么喜欢宝箱啊？它好多东西它都缠着一个宝箱啊，抱在一起。然后这是一个小小的解谜啊，先不管那么多，咱们先把这个宝石给碰一下。哎，这里是这样的，这里我们要拿这个吸铁石啊，先把这个上面固定住啊，然后再把这个鸟的翅膀呢，再往下调啊，让左边刚才看到的那个柱子砸下去。为什么要把这个固定住呢？这个被吹的话啊，它就可以保持那个阀门一直是打开的状态啊。如果这个比如说我们没有吸住这个东西啊，它就会直接导致那个柱子被挡住啊，就砸不下去了啊。然后一个完美的活塞运动啊，刚好把这个第二个终端给打开了啊。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是鸟的左边还是右边啊，反正一侧的两个我们全部都已经打开了。哎，这一侧的话会相对简单了一些，相对简单一些啊。后面的话还有三个，现在可以啊，我先换成这个宝箱的探测模式啊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宝箱。哎，发现哎这一面的宝箱全部都拿完了啊，那我们现在可以去另外一面了。哎，先把这个地给调成平的啊，这样的话方便看一下，方便走啊。我记得好像下面还有一个箱子，哎，这个拉不过来的啊，这个是只能左右横向移动。哎，这是一个中间层的平台。哎啊，前面这里也有一个宝箱，哎，咱们看能不能从这里挤过去。林克还是有点瘦的啊，这都能过来。里面什么东西啊？这个箱子也比较隐蔽啊。哇，五发爆炸箭啊，可以的。哎，爆炸箭多的话我们打这个风加农，哎，就会无脑很多啊。其实这个 boss 不强啊，但是对他脸射爆的爆炸箭是最无脑的打法。好，哎，咱们直接飞上去观察一下情况。哎，讲道理这个飞得有点慢的。哎，飞上来以后这里还有一个宝箱啊，不要忘记拿。这样的话基本上就不剩下多少东西了。哎，把这个眼球射掉。好，这个最显眼的一般啊，我刚想说不会给什么好东西啊，古代核心其实还不错的，哎，对我们现在来说已经很不错了。我们现在应该是要到另一侧了。哎，可以看到那里还有一个宝箱啊，咱们继续飞啊，再把这个鸟的翅膀抬一下啊，继续飞到那边再拿那个宝箱啊。
这刚开始啊，就是宝箱都很多啊，都光顾着拿宝箱了啊，这个谜题一个都没解。好，过来了，哎呦哎呦，不要滑下去。什么东西啊？骑士之弓，这个讲道理有点烂啊。这个迷宫里的宝箱呢，这些装备类型的啊，它一般是会根据我们现在身上已知的这个装备啊，来给我们这个东西啊。所以说，哎，它一般现在武器也不会给什么特别超前的武器啊，怕我们拿了以后直接完虐 boss 啊。所以我就干脆把我身上用过的骑士之弓扔掉啊。好，再把鸟调平，咱们看看后面会发生什么啊。现在的话，我现在是处于这个一个接近中间的位置啊，我要到另一侧啊，我要到另一侧。哎，上面有个宝箱啊，咱先不要管它啊，咱先飞下来观察一下这个周围的情况。哎，这里有一个眼球，把它直接一发射掉啊。哇，咱们就剩下四发箭了，弓箭不太多了。又飘出来一个这个小骷髅啊，他只有一滴血，咱们直接戳他一下啊，一毛带走。哎，然后咱们过来以后把这个黄宝石啊直接给激活，哎，这样这个风就进来了啊，出风口就打开了。哎，这样的话咱们再把这个鸟调平，哎，调平以后我们就可以上去了。上去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刚才那个终端给打开了啊，借用这个出风口进来这个风直接从这里滑过去啊！这别看这个高度比较接近，但是因为它这个风实在是太大了，直接能把我们吹过去。好，这样的话又是一个终端，应该还差最后两个啊。剩下的已经不多了呢，还有两个。然后这个里面的话是一个小小的解谜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入口，显然就是把炸弹往里一扔啊。前面是一个石堆，应该是通过这个炸弹啊把这个石堆给炸开啊，然后我们再看，哎，球滚不过去了啊。先调一下鸟，这就要反复的调啊。哎，刚才发现没有，这个调了一下反方向，然后这个球因为受到这个重力的原因，也不知道什么，直接在空中悬停了啊。这应该是可以用物理解释的，可能是瞬间反向才受到力啊。可以观察里面还有一个石头啊，虽然看的不是很清楚啊，因为这个大雾弥漫啊。反正再丢个下去，哎，咱们先不用管它啊，咱们先上去拿那个宝箱。OK， 撞到天花板了，看里面什么东西啊。这里我记得是把武器骑士双手剑啊，这里也是会根据你的这个来的时间来给你武器的啊。咱们同时把刚才的炸弹引爆啊，观察一下会发生什么。哎，什么也没发生哦，里面有个铁球啊，再调一下鸟让球过来，哎，然后咱们拿吸铁石把它吸住。这就很显然了，刚才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个那种机关啊，显然是要拿这个球去撞它，然后把那个活塞激活啊。这吸住以后呢，咱们把它挪到右边来啊，挪到右边来。哇，天上还掉下来一个我刚才扔掉的斧子，好，就在这里，然后再把这个鸟调回去啊。这里就是要反复调整这个鸟的高度啊，其实也就是调整的时候会稍微麻烦一点啊，动一些脑子，其他的时候哎，都是很容易就想到的。好了，哎，直接把它撞下去，这个门就开了。哎，这样的话咱们就还差最后一个了啊。其实这关呢，这个小关啊，设计的还是蛮不错的啊，就是个扔炸弹炸两回啊，然后再把那个球给吸下来撞一下啊，很有意思。好，最后一个的话就是在这个最右侧的外面啊，这和刚才那个第一个是一样的方案啊，依然是调一下鸟的翅膀，然后直接借力啊飞下去就 OK 了啊。等一下，好，现在正好。讲道理，这两个外围的两个还都是非常简单的，几乎不用思考，就是直到，哎，就是只用知道这个调一下鸟啊就 OK 了。那我们就全部的终端全部都控制装置全部都解锁了，咱们还差最后一个。他说现在不要开心的太早了，怎么回去呢？就是再把鸟的翅膀调起来啊，然后我们就再飞下去就行了啊。林克这个脸都冻红了啊，可以看到这个可以看见这个高空是多冷啊。咱们先飞回去，然后直接可以通过这个鸟的飞行器的上面，这里有一个风啊，
直接从这里飞上去好。这样的话，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宝箱的感应器啊，刚才还是在滴滴滴，代表还是有一个宝箱的，应该是在这个上面啊，就在这个右边翅膀的上面啊。这个翅膀上面呢，怎么上去呢？咱们可以，咱们可以到这个最右侧啊，再把这个鸟调一下啊，然后再把这个鸟向左倾斜，然后直接飞下来就好了啊。这也是非常容易想到的，就在那个右边翅膀那里啊，先调一下。其实我现在调的有点早啊，我感觉有一定概率，万一我爬不上去怎么办？啊，这个倾斜的速度有点快的啊，差点就没上来。好，然后直接从这儿飞起来，哎，然后直接飞过去就好了。咱们其实飞不了多高啊，你看着没多高，但实际上你飞下来以后发现，哇，怎么咱们飞得这么高啊啊！就在那个角落里啊，它有一个凹槽啊，里面藏着一个宝箱。这里的话，这个宝箱是整个鸟里面啊最难发现的一个宝箱。如果你不开这个宝箱探测器的话啊，或者如果你之前没有玩过的话啊，里面给的东西也是非常的牛逼啊，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古代核心啊，这个对于我们目前来说已经是一个。怎么说呢，最昂贵的东西了啊，因为这个对于前期来说基本上是打不到的啊，它只有刷那种巨型守护者啊，就是像八爪鱼一样的守护者才有概率能刷出来，而且这个概率也不是特别高。好了啊，那我们现在就东西都已经搜集完了啊，宝箱看看周围逛逛也没有感应了啊，咱们可以直接来打这个风神兽。当然依然是换一下装备，换上我们最强势的，这里换上人马的三连弓，加上爆炸剑啊，高伤害。盾牌依然是用锅盖，然后我们换上一个高伤害的双手剑啊，便于我们锁定它啊，蓄力攻击。100年前僕油断しちゃってさ、ガノンが作ったそいつにやられたんだよ。まあ本当は言いたかないんだけど、僕の仇討ち頼んだよ。打这个风神兽呢，其实也没什么需要注意的。这个最好的、最傻瓜的方法呢，还就是那个飞起来啊，拿这个爆炸剑啊，然后猛射他的那个眼球啊，就是那个蓝色的正中心。眉心，这样的话伤害是最高的啊！你射的越中间那个环越近，它所产生这个圆环的爆炸它就越大啊，造成伤害就越大。你可以看到我射它一次啊，它就是掉一大格血啊。如果你爆炸剑多的话，你就狂射就行啊。所以的话也不需要太过于吝啬这个爆炸剑啊。实际上这里的话就比较依赖于啊，当时你在鸟神兽外面射它那个炮台时候的技术啊。如果你保存的爆炸剑比较多的话，打起来就非常轻松啊。这里的话我也是没有找到它在哪啊，所以说这种就属于失误啊。但是即便在失误的情况下，应该也是非常容易击败的，用刚才那一套啊。咱们继续飞过去，就瞄着它的头啊，就瞄着它的头，然后它又飞跑了，看到没有，我等于刚才那几发全部都白射了啊，它基本上血都快回满了啊。没事啊，现在继续啊，看到没有，这个伤害啊，这个伤害，所以他即便是回血也没关系啊，我现在体力因为不够了，所以说就直接掉下来了。如果我们体力能再多一拳，估计刚才那一下他就直接打入第二阶段了，他会发这种类似于流星一样的东西啊。这里继续射他啊，不需要离他特别近啊，因为你如果离他近的话，你会被自己的爆炸剑射到啊，会被自己的爆炸剑炸到，伤害也还是非常高的。像我们现在三滴血，并且穿上没有被强化过的抗寒套的话，可能直接能炸死。这就是它的第二阶段啊，放出了四个导弹。这四个导弹呢，应该是会跟踪啊，会跟踪一段距离。不过打法呢和上一阶段是同样的。这里的话我有些急了啊，没有飞好，不过没关系，它也正好处于低空状态啊。然后我发现我的爆炸剑不太多了，所以我现在就换上这个我的雷电剑。
雷电剑的伤害就会低很多啊。这里的话我本来想锁定着他继续射啊，但后来发现体力不太够了，干脆就不锁了，先看看他飞到哪里。哎，他飞到空中，这里我想近距离来一发 nice 啊，全力攻击，结果发现我的弓快坏了，然后我被他的龙卷风给刮到了啊，这就是这一波就是太刚了啊，然后打出了我的小精灵啊，不过也没关系，我们把他锁定住啊，因为他躺在地上，直接给他来一波蓄力攻击。但是发现这个神兽的话，如果你不射他的话，你真的很难对他造成太多伤害。你可以看到我刚才就砍了他两刀啊，他就飞起来了，飘起来以后你的近战攻击就打不到他了啊，所以说还是要射箭啊，如果你爆炸箭不多的话，你就射别的箭，反正你射的多啊，他一定扛不住啊。这句话实际上我也是有失误的，如果我既然知道他已经坏了，我就应该射一箭就换了啊，就是因为我没换那个弓，导致他碎了以后我的link时间结束了啊，要不然刚才可能一气就把他带走了，现在的话还得再躲一下他这种发射出来的流星啊，又让他飘了一次。嗯，这里的话我先提前换上弓啊，看一下换什么弓呢，换一个我伤害最高的蜥蜴弓吧啊，36的伤害。哎，这次在我眼前了啊，这一波应该能给他造成巨大的伤害啊，比我想象的要少好多呀。哎，最后我还是想用这个爆炸箭啊，虽然爆炸箭不剩多少了啊，但是我还是用爆炸箭，看到没有，爆炸箭还是好用，直接把它打下来了啊，然后我们这一波直接蓄力攻击带走。おや、本当に倒しちゃったのかい？シャクだね。でもまあ、おかげで僕の魂は解放されて、このメドウも取り戻すことができた。ふん、君にしちゃ頑張ったんじゃないか？ご褒美に僕の能力を授けてあげる。上昇気流を発生させる力、名付けてリーバルトルネードをね。それから僕はこのメドウを移動させてガノンを撃つ準備に入る。君がハイラル城で奴と戦うとき助けてあげるためにね。感謝してくれよ。じゃあそろそろ行きなよ。まだやることが残ってるだろう。あの姫は君をずっと待ってるんだぜ。
狙いを定めたね。ここからガノンを捕らえ続けて、あいつが戦うとき、奴に強烈な一撃を食らわせるんだ。その日まで頑張ってくれよ。ま、僕とお前は100年もこの時を待ってたんだ。あと少しくらい、どうってことないだろう。そろそろ認めるしかないみたいだな。あいつは飛べもしないくせにこの神獣にやってきて、僕には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をやり遂げた。悔しいけど乾杯だ。リンク、君こそ僕らの要だ。啊，咱们总算是回村了啊！咱们是变成一个像佛光舍利子一样东西啊，直接给传回来了啊，有点魔幻的。然后咱们就掌握了这个英杰利巴尔的幽猛啊，这个是咱们目前最实用的一个英杰技能啊，可以利用上升气流高高的跳到空中啊，利用 X 蓄力跳来发动。哎，咱们现在直接就来发动一个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哎，在原地以后按 X 啊，长按，然后就飞起来了。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酷炫的技能啊，可以用三次，所以说这个非常实用啊。我们直接飞过去交任务，哎，就是这么酷炫啊。好了啊，他估计看到我会飞都已经惊呆了。哦，平安回来就好。您镇压了神兽呢？他坐落在村子顶上的那副模样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这是何等的神圣庄严啊！如果传说属实，神兽发出的光芒就会封印灾厄。今后神兽瓦梅德会成为这个村子的守护神，并和您一起为后世传颂。嚯嚯嚯嚯！啊，哦，对了，我得把谢礼给您才行。看到没有？只要击败一个神兽，就给我一个宝箱啊！这个里边装的一般就是各种英杰武器啊，足以和100年前利巴尔大人的实力抗衡啊！我和100年前的英杰唯一的区别就是那把驱魔之剑啊！咱们现在呢，就是他们这些这个村长啊什么的都无限暗示我们啊，要去迷雾森林去拿大师剑啊。可以，我们可以考虑去一下了啊！哎，把这箱子打开，看看里面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大救弓，可以的，这个就是三连发的一个英杰武器，哎，非常的猛，28的攻击力啊，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是最好的武器了啊！这应该是仅次于人马弓的武器吧？啊，从这个伤害量上去判断啊，具体射程之类的，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。好了，啊，那么我们这个风神兽总算也是。解救完了，这可以说这过程实在是太快了啊，两集就结束了。嗯，因为这个分神兽这里实在是太弱了，这个区域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拿到这个我们这个抗寒套啊，就差不多就能解决啊。这个迷宫也非常简单。好了啊，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到这就先结束了。嗯，喜欢的话啊，千万要记得素质三连啊，就是投币点赞关注，不对，投币收藏点赞啊。当然最后千万要记得关注我啊，蓝色橘子，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啊，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